老公，老婆，啊！呀，好疼！我回来，我，老婆，老婆，哎，好气，好气，松开！干嘛？你放手，放开！又不是你老婆。哎呀，你跟他来硬了不行。宝贝，我爱你。赵小乐，妹妹放心吧。好戏，你又出现了。华七，老公，老公你没事吧？每次都跟被捉奸一样。的确是心力衰竭的症状。你要知道，老年狗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心脏病，不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那么逗它。谁最爱我？好七，谁最爱我？好七，谁最爱我？谁最爱我？好七，你真棒。永远都不许忘现在那样。回来了，宝贝。老婆，好气好像不行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老婆，听医生的，他现在非常痛苦。我们的建议是还能撑多久？放心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他那还没有起飞。妈妈在飞机上面，她可能赶得及过来看。坚持了那么久，辛苦了。你保护她保护得很好，非常重要。没事，你的任务交给我。沉默是沉默。